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装备家己，灵命中进，装备家己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，迄个赐予足般恩典的上帝，曾经伫基督内召恁，得到伊永远的荣耀。等恁暂时受苦以后，必要亲自成全恁，坚固恁，赐力量予恁。在印度有一个人名叫曼罗，在伊的厝内有一只马鲁生的小牛，伊真正欢喜伊，每日拢用双手将伊抱起来。这只小牛啊，慢慢地长大。伊阁是每一日将伊抱起来，无到两年，这只牛啊已经变作一只大牛，伊仍然将伊抱起来，就亲像当时抱起这只小牛啊一样。有一日，伊甲人小输抱牛比赛，结果一举成名，成为了轰动全国的大力士。弟兄姊妹，人命的长进过程难免会遇到试探和艰苦，要常常操练和装备家己，我靠主必定有办法将困难一一克服。让三甲来祈祷，我在天顶的父，求你用圣灵充满我，让我协力追求在基督内的长进，并坚强我的信心，行在真理的道上，在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装备家己，忠心持守我所相信的，帮助我活靠主过得胜的生活，荣耀你的圣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